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们了。王宗伟，你原本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叶安兰这么爱你，你的三个孩子这么懂事。 阿才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不是人。咱们一起冲出去，跟他们拼这个你死我活，好不好？就拿我儿子当人质。给我起来！起来！把钱给我！儿子，爸爸对不起你们了。 小安，把叶兰送回车里去。孩子，看住！爸爸是卧底，我是警察。啊，孩子。 是你喊的吗？师傅，我记得你像。